深呼吸。怎么这样？吸氧气。吸氧气吗？你一定要呼吸哦，因为我真怕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是还没有感的，但是痛，你怎么一直在叫哈？师傅，等一下 ，stop。好，现在我跟观众稍微讲一下话哦，欢迎大家收看健康2.0之蛙健康直播哦。你看到我们在干嘛，就不用讲我们现在干嘛了，我们现在就在做大家都知道的脚底按摩。所以就请大家公开分享并留言，就有机会抽到我们今天要送的《中国式瑜伽的易筋经》这本书哦。这本书是很厉害的哦，不是从少林寺里面偷出来的哦，不是少林寺偷出来看不懂，所以我都把它翻译过了。这个是中国式的瑜伽的易筋经，好不好？还是有机会哦，分享就有机会，绝对不是分享就送一本哦，好不好？因为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大部分抽到的还是我们的小编最多，没有啊，大家都分享。但是。我必须要问一下，刚刚一开始啊，就是如果没有看到师傅的话，会以为啊，男生也可以生小孩吗？哦，没有，其实可以哦。但是他叫成这样是怎么回事啊？对，就是其实师傅，我想问一下哦，现在其实大家都在很多人都在做脚底按摩哦。我记得脚底按摩刚发现的时候是在我国小的时候，真的一个叫做一个神父的哈，他说脚底都会有很多的反射区，你们光是按一下，你们就知道人到底健不健康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这人。我们脚底，脚底板它有等于是我们身体的一个缩影，反射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看它上面都有个图呢，说这个就对心脏，就对这样，对。所以它在按相对的位置，那就反射到你的器官。但有时候并不一定说是那个器官它状况不好，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运动导致肌肉太过僵硬，对，或是过度的紧绷，对，按起来就是。肌肉的张力比较大，按下去就会比较痛。哦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按哪边就会痛，因为就以为是那边有问题。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这样，是你的肌肉太紧绷了。不一定。但是刚刚就师傅，你刚才就是稍微的，因为也很少人可以碰到医师的脚啦，尤其是脚医师这么尊贵的身份，一般想要说他身体是不可能的。但是就是因为你碰到了，所以可不可以你开按的这个过程，可不可以稍微解释一下，就是脚医师？你开放我朋友，你觉得我的视力，帮我鉴检，平常都是我鉴检别人的。对啊，我其实很久没有做健康检查了。是啊，你这样看一下，我到底有没有一些隐疾之类的？就刚才在按的过程中，就发现说江医师他的这个涌泉穴。哦，按的时候他反应比较大。哦，这其实真的很痛。对，然后再下来，他一直输尿管到膀胱。啊！代表说，你竟然将我最引以为豪的器官，你现在一直在批评。我对于我的泌尿系统一直觉得相当的健康。怎么会有这样子？有输尿管。好，那代表说江医师可能工作平常比较忙碌，会没有时间上厕所。对啊，因为我看门诊的时候，我就是通常会看一段落我才去上厕所。对啊，而且所有的病人有时候他们都等很久，但是殊不知江医师在里面等厕所等。对，我等厕所等超久，等很久才去尿一泡尿而已。哎呦，真的很准，你按得出来的。所以按起来会有痛。我们一般人的感觉都是，你按到那个地方会有痛，你就觉得那个是有问题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按的不痛好像就没有问题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哦，其实有的时候不痛不代表你身体真的没有问题哦。有的时候会不会小心哦？有的时候是脚没有知觉，当心你的脚是中风了哦。好痛！好痛啊！好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归到症状。刚才就是江医师有讲到这些问题，那我们先请这位两位师傅稍微，因为先稍微坐，我没有办法讲话，谢谢你们，因为实在太痛，有点不好，而且不好意思。是的，就刚才江医师有讲到说，如果啊，其实真的有痛的话，还反而比较好。对，有时候你不痛是因为你感觉很迟钝哦，感觉很迟钝的时候，通常会有两个地方有问题，一个是血管，另外一个是你的神经哦。我们先讲血管哦，如果你是脚的血管有问题，小心，最严重你可能会脚中风哦，非常非常的危险哦。中风就中风，还有脚中风。对，我们先讲哦，什么叫做中风？什么叫脚中风？只要中风的定义就是，我们都知道一个器官需要有很多的血管去供应它养分嘛，没错，供应它养分完之后，它有静脉来带走嘛。什么叫中风？对，就是你该有血管的时，该有血液的时候没有血液，就叫中风了。就叫中风。比如说脑中风，就可能是脑栓塞或者脑出血，造成血液打不到脑，就脑中风。对，什么叫心脏中风？就人家讲的心肌梗塞嘛。对，打不到心脏了，就是心脏里面没有血嘛。是。脚什么时候会没有血？脚打不到了。对，那什么时候？动脉跟静脉谁是输送血管的？动脉嘛，对不 对？所以当你的动脉出问题的时候，你就可能会脚中风咯。广告有
有这样讲，就是卡麻，卡麻，对，卡麻压到都没感觉，压到都没感觉。原来这不是阿妈的专利哦、这个是其中一个问题哦。我们常说人的时候什么时候血管会出问题，特别是动脉，就是有三高的人，是，有三高的血，有时候那个血管就会出问题。当你的血管越来越细，突然怎么样的时候，血只要打不到脚、你的脚就是所谓的脚中风了哈。但是之前你血管不好的时候，当然脚中风是最后最严重的时候，但是之前可能会有什么症状，所以当你的脚的血管出问题，特别是动脉跟静脉出问题的时候，你的脚可能就会感觉异常了。有时候你去做脚底按摩，人家明明是气管有问题，可是你按可能也会没有感觉、按到那个脚底按摩师傅说别做，不要做了，这人没感觉啊，没感觉。好，先给各位稍微区分一下、当你的动脉出问题的时候，你大概会怎么个痛法？先想想看，当你动脉血没有过去的时候，你的脚一般来讲就会冰冷了。你可以稍微摸摸看，你两边脚的温度是不是一样哦？对，如果你的脚很冰的时候，两只脚温度不一样的时候、你可能有一只的动脉循环会比较差一点点哦。那像小可两只都很冰，那是本来就两个循环就不好，那就比较没有问题，好不好？如果两个温度一样没有关系，可是如果你有一只脚冷，一只脚热的话、你那个比较冷的那只脚你就要小心哦。是。第二个，通常没有血液过去会怎么样？就会苍白啦。对。所以当你的脚有冰冷又苍白的时候，你就要怀疑动脉有问题啦。那表现在感觉会怎么样？通常它就会很痛，就我们讲的散布性的麻痛感，就是比如说你在这个地方的开始没有血了，底下都会有很麻麻，整只脚你会讲不太出来说你到底痛在哪里，可是整只脚就会麻痛啦。好，那会有什么会表现呢？就是动脉是往下这样打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当你脚抬高的时候 ，OK， 血比较不容易抬上抬上去，所以更痛更麻。哦，抬上去更痛，所以它脚不能放在对，你反而不能抬脚。你抬脚会觉得脚更痛的时候，就小心你动脉有问题，因为那个动脉的血会不容易打上去抬高的脚嘛。对，另外就是你走路的时候会越走越麻，越走越痛。为什么？当你走路的时候，那个脚的耗氧量就增加了。对。可是你因为你的血供应不够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当耗氧量增加的时候，你就会越麻越痛。所以当你什么时候要怀疑你自己的动脉有硬化呢？除了我刚才跟你讲的，你自己去摸摸看。两边的温度是不是有差别？然后有一边是不是看起来比较苍 白？另外就是有症状的话，你就看你的是不是会有散布性的麻痛，然后走路的时候是不是一走越痛， okay, 然后脚抬高的时候反而越来越不舒服。了解。有这些症状的话，你小心你是动脉开始有问题喽。那什么时候要怀疑你的静脉有问题？再想想看，静脉是干嘛的？让血液流回来的，所以出去一个回来。对，当你静脉的血流不回来的时候，脚会怎么样？肿起来嘛。所以当你静脉有栓塞的时候，你的脚就会水肿，就会肿起来了哈。所以基本上一般来讲，静脉有问题的话，它大概就是不大麻痛没有那么明显了哈，但是大部分的感觉是肿胀的疼痛，你就会很肿哦，静脉水肿就会非常非常的肿。静脉跟动脉跟静脉其实就可以观察，像刚才江医师讲的疼痛感的不同位置，疼痛感也不一样，还有用视觉直接观察它，对，触觉去感受它，其实都可以。其实最大的明显的地方就是。静脉的栓塞，它就是会肿嘛，会肿。动脉的栓塞是血过不去嘛，所以它就是不是会肿嘛，对，没感觉，对，冰冷痛。但是听起来看起来好像动脉硬化比较危险一样，但是静脉栓塞你也要小心哦。我们常常听到说，静脉栓塞如果你不处理，这个栓塞如果跑出来，会跑到哪里去？很可怕，会变成肺栓塞。是，你一定想为什么是肺？为什么你每次听到说你静脉栓塞不好好处理，为什么都讲肺？其实很简单，为什么要攻肺啊？就是攻击肺的意思，是不是？你为什么要讲缩写？为什么要攻肺？好在我懂你的梗。其实非常简单，你想想看哦，我们这个里面的血液静脉回来是到哪里？是到下腔静脉。下腔静脉上来的时候会灌到心脏，心脏再打出去，第一个打的就是肺脏。所以我常常讲说，底下的栓塞不处理，常常第一个攻击的地方就是你的肺脏，就会造成肺栓塞。肺栓塞如果很大片，你就会很喘，甚至影响到你的生命危险，好不好？所以你当你去按摩店按脚，你不会痛的时候，不要太高兴，不要太高兴，小心你是血管有问题，好不好？渐渐要把痛觉找回来了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保护我们的血管。那怎么样保养呢？当然第一个就是要控制三高了，控制三高。当然我们要请师傅来教我们按摩一些穴道，也可以帮我们保养我们的血管哦。是的，让我们重金礼聘的温师傅，温师傅。请勿手下留情。听说你最近用力用力，感情生活不是很顺，很多发泄。我们要问师傅来教我们啦，怎么样就舒缓这个血液，对，循环这个。脚底是不是有一些穴道可以保养我们的血管？几个穴道啊，对。先介绍一下穴道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其实脚底板唯一的一个穴道就是我们肾经的最后一个穴道，叫涌泉穴。涌泉是肾经的最后一个穴道，对。是。那在我们这个脚怎么找？脚板。这拇指
跟这拇指过来，这有个凹槽。哦、对，这正中央的这个，哦、对，脚板的正中央这里有一个凹槽、凹陷。好、哦，然后这个是顶下去就是有酸痛、嗯，哦，会特别的有酸感。我刚刚隐约的有听到，就是姜医师这样，我想他应该真的很痛，真的很痛。但安住穴道的目的是，它能促进我们的好、哦，我们脚底好、哦、的血液循环。哦，那像我们在冬天的时候，手脚容易冰冷。对，那有时候有的人会，他会穿那个袜子，对，保暖。这其实就是要保护这个脚底的涌泉穴，对，好、哦哦啊，不然就是我们可以利用球，高尔夫球放在地上，然后用脚去踩，去滚，对、哦、，OK OK， 不然就是自己去按、哦、这样子。哦，所以刚刚再讲到一次，就是这个涌泉穴就在这个脚板脚肉最多的地方，然后正中央位置，有个凹陷的地方。哦，他很用力、啊，他连指我的穴位都那么用力。对，姜师傅，好，你要撑住啊！我是叶师傅，对啊，我要打十个。姜师傅，你要撑住啊！好，还有第二个穴道是第二个穴位就是三阴交。三阴交在我们的这个脚踝哦，我们内侧脚踝，对，脚踝啊，我们四只手指比着，压着这个脚踝。四指三寸的地方，好、哦，是所谓、哦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吗？对，就我们四指三寸这个地方，哦，内侧、对，我那个按下去会特别有酸感、啊，哎、欸，那这个目的是，你平常这应该是休闲活动，你的正职应该是其他的吧？哇塞，这个三阴交按的目的主要是啊，它一样说是促进我们阴面三条经络的这个气血循环，哦，对。好，再重复一次哦，这三阴交气血循环位置怎么找？在这个我们脚踝上，脚踝内侧脚踝，内侧脚踝，对，四指三寸的地方，然后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，对，在这个地方哈，哦，按下去就特别有感觉。必须要，就轻轻的揉，轻轻的这样揉就会有酸感。不需要很用力的。你不需要很用力，但是我也很用力。好，刚才讲到的是涌泉穴、三阴交穴，还有一个叫承山穴哈。承山穴它是在我们的膀胱经。你又提到我最以为要的器官。哦，那它只是一个泌尿系统的经络的一个称呼而已，膀胱经只是经络一个称呼。那它在我们的后侧，大腿后侧，小腿后侧。哦，那我们这有一个腓肠肌长头，跟腓肠肌短头，它这个正中央的地方。两块肌肉的正中央是不是？对，那它这个按下去，刚好在我们小腿比目鱼肌最深层的这个比目鱼肌的正中央，所以它能放松我们的臀跟腿。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啦，这个刚才温师傅讲的这个穴位到底是在哪里？好，现在如果我现在承山穴，它是我们这是我们的阿基里斯腱跟腱一直延伸上来，是那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有一个腓肠肌的短头跟腓肠肌的长头，但在正中央这个地方。哦，在肌肉正中央。对，在这个地方，轻轻的揉就会有酸痛感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哦，好害怕哦。所以有三个穴道啊。对。所以刚才我们介绍了涌泉、三阴交穴，还有承山穴，这三个穴道我们常常按就可以保健我们脚部的血管哦。刚刚除了按摩之外，我们还要教各位小腿保健血管的三个动作。首先教大家运动来保护我们脚的静脉，怎么做呢？单脚后抬，就像这个样子，用手撑住你的脚，然后往后抬。往后抬。哦，那如果说你的身体不是很稳定的话，就要像我一样，稍微扶着旁边的墙壁哦。但是不要傻傻的扶到门会跌倒哦，好不好？好 ，OK 哦，要扶墙壁，好不好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知道吗？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你小腿跟大腿都很紧，很用力耶？很紧的时候会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是会把你静脉的血液打回去。你就比较不会静脉曲张，你的脚就比较不会肿了哈。撑完十秒之后，往前换单脚前抬，单脚前抬，前抬这样做哈。所以非常的简单，是来做这个给各位看哦。首先单脚后抬，后抬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然后再单脚前抬十九八七六五四三。二一哈，常常这样做，有空就做，一天最少做个5到10次。做完左脚再换右脚，两边都平均，静脉就会比较健康，你的脚就比较不会肿胀哦。是，
好，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三个动作。第三个动作叫做踮脚冲刺，很简单。首先你坐在椅子上，用你的手把身体稍微撑一下，脚尖踮起来，踮起来。好，预备，开始冲刺，十秒，一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休息。啊，一天找时间冲个十次，好不好？就可以确保你的血液畅通哦。OK。哇，刚才已经学到了两招，这个穴道直接可以解决我们什么有时候麻呀不舒服，可以预防一下下。但是啊，我之前有听过这个坐骨神经痛，这个行听听哦，对，哇，控吧控控，大家每次都知道这个这个名词，但是呢，它到底对于麻刺有什么样？对血管好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耶。哦，像你都打控吧控控，对不对？我都打之后就不打了，我都打119，叫救护车啊！你在干嘛？然后你们控吧控控，控吧控控，然后控就控就控就完了，太痛了，还免付费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。其实这个稍微分辨一下了哦，就是会造成你脚麻的原因哦，通常都是你神经有问题才会脚麻嘛哦。那你神经会有问题，刚才已经提到，你血管不好，你神经当然会有问题嘛。另外一个就是你直接神经就有问题了。是，其实会造成我们那个神经有问题，大概就底下这几个原因了哈。Okay. 第一个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椎间盘突出， okay. 造成最常造成的就是我们讲的坐骨神经痛，就是坐骨神经痛。然后另外就是像什么椎管狭窄啊、糖尿病的病变啊， okay. 或是一个我们可能他会提到的风骨症候群哈。我们先讲这个椎间盘突出，应该是最常见的。是，椎间盘突出会有什么症状？小可，你知道什么是椎间盘吗？骨刺吗？不是哦，对，不是，椎盘跟骨刺是两回事哦。我先告诉各位，什么叫椎间盘突出哦？脊椎是一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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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中间有一个像盘子一样的东西，它就叫做椎间盘。它是骨像是弹簧吗？有点像，有点像垫片。它为什么有这个垫片哦？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椎体跟椎体之间，如果骨头直接接触的话，磨久了那个摩擦很大，骨刺很快就跑出来了，所以它应该有个缓冲的地方。对，好、哦，所以椎间盘理论上是你椎骨跟椎骨之间缓冲的地方。对。可是什么时候会突出？第一个就是你老化了，它里面本来有很多的水分的，当你老化之后，它椎间盘就变得很硬，变成的话反而没有办法好好的去保护你那个，它就加久了它就会压下来。被当你那个两边的椎间盘在骨头这样子压下来的时候，盘子就往前凸。当它这个盘子一往前凸的时候，压到就是你的神经。神经对，所以通常椎间盘突出压到神经的话，通常它会压到某一条神经，是最常被压到就是我们倒霉的坐骨神经，所以你就会痛这个地方。哦、所以会从这地方一直往下痛，大概从往后痛的地方。对，對所以这些这个坐骨神经痛的痛哦，它会有一个特征呐、啊，就是特征。第一个背一定也会有点痛，因为通常你背会有点问题嘛。第二个，它痛的地方会比较有范围，比较有范围，你可以明确指出来，你就是从这个地方往后痛。哦，往下肢蔓延的感觉。对，而且通常会痛一边，痛一边，因为你要么就压到左边的坐骨神经，你要么就压到右边的坐骨神经。那如果真的很衰的、欸，那很衰的就是你要去。这盖吧，拜拜之类的，所以压到两边是微乎其微、比较少见，因为椎间盘突出，因为它一突的话，通常它不会那么均匀，刚好就这样突出去，哈、哦，两边突，通常会突一边，所以通常都是压到单边的，哈、哦，会有这个坐骨神经痛了，哈，所以基本上哦，我们会有一些方法，当然如果你还是搞不清楚说你这个疼痛是不是坐骨神经痛的话， okay. 其实我们有一些动作可以稍微去分辨一下，自己在家可以檢測可以做，可以做，比如说你就是这样痛。你会很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坐骨神经痛的时候，是有一些动作可以检测的、哦、我们来教各位怎么检测你的背痛，一直痛到小腿或是痛到脚跟的地方的时候，到底是不是坐骨神经痛？检测的方法第一个就是，通常这个坐骨神经痛刚开始是影响到痛觉而已，对。可是久了之后，它会影响到你的运动神经，就会让你的肌肉变得比较没力、哦、所以今天假设你是右脚疼痛，你可以试着看看你能不能右脚单脚站立。哪一只脚痛，哪一只脚让它站？就痛哪一只脚，对，因为那一只脚会变得比较没力，所以如果你单脚站立的时候，你会变得比较不稳定，所以如果像是会跌倒，像是我如果很痛，对对对啊，像小可他有点小中风，那就不准，好不好？我要小中风哦。另外就是还有一个最直接的，就是因为椎间盘突出常常压的位置会影响到大拇指的力量，所以试着看能不能单脚的垫脚尖。对对对，如果你会完全垫不起来，如果说坐骨神经痛很严重的人，你会完全都垫不起来，真的、哦、会非常非常的严重啊。第三个就更直接的哈、哦，刚才有讲到那个我们的脊椎间盘在哪里？好、哦，椎间盘在哪里？在脊椎的前面，骨头骨头的中间嘛哈。所以当你如果身体往前弯的时候，椎间盘的压力受压力会更大。你往后的时候，它会比较轻松、哦。可是你往前的时候，椎间盘受到压力更大。所以如果你本来有椎间盘突出的人，就会更严重。所以试试看，只要今天是右脚痛，你往前弯，就你发现你右脚更痛的时候，
你就要小心，你真的是椎间盘突出了哦。OK，所以如果说我现在是椎间盘就是有不舒服的话，突出对啊，你往前打，我一往前打，我就哈啊太痛，对，我就没办法，你就会发现你的右脚会变得更痛，而且你会发现，但是如果你往后这样平躺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会舒服一点点的，好不好？我们再讲一次，再整次做一次的，就单脚站立，站立，右脚痛，请用右脚稍微站站看，你会不稳，会没力哦。第二，右脚垫脚尖，你会发现你根本就垫不起来，根本垫不起来。第三个，你往前倒，往前倒，你会发现痛的是脚，痛的你会更明显，更痛。如果你有这些症状，你就要小心，你是不是真正的坐骨神经痛了？了解。那如果我今天是椎间盘疼痛啊，那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可以做一些缓解？对，其实最好的就是要去看医生啊，做一些复健啊，影响到你的力量的时候，甚至可能需要去开刀了啊。那现在开刀大部分都可以用微创啊，也不会像之前一样，以前很多人都很怕动到脊椎嘛，因为一动脊椎，大家觉得哇，不小心我就下半身瘫痪了，对不对？现在这种事情基本上不大会发生的，好不好？除非你前世的业障很重啊，没有啊，医学在进步，多做善事，多做善事，好不好？但是如果今天你就刚好在家里面哈，又是大半夜的哈，你又明明知道你已经有坐骨神经痛啊，有椎间盘突出了哈，你也有在做复健了，可是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晚上就不大舒服。刚刚好又没有止痛药可以吃，通常倒霉事都会发生在一起嘛，对，而且就会打老公或打老公，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教各位做一个动作叫做坐椅式伸展哦，它可以缓解你这背部的一些肌肉，因为这个疼痛有时候跟背部的肌肉紧绷也是有关系的。好，你赶快做，它有时候会让你的疼痛稍微缓解哦。这个动作其实非常的简单，叫做坐椅式伸展。坐椅式伸展，所以假装你要坐椅子了哈。首先哦，两脚打开，跟肩膀同宽。然后把手往上伸，伸了之后，两只手是手掌心要互相对着哈，对着，很简单，往后面坐，往后面坐。几个重点，第一个膝盖不能够超过你的那个指尖哦，脚尖的地方不能超过哈，然后身体尽量的打直，打直，缩小腹，缩小腹，好，撑住。撑住，撑住个十秒钟。跟我们在做那个深蹲，其实对，很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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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撑个十秒钟之后，哦，再起来。最好的时候吸气的时候，吸气蹲下去，哎呦，哦，蹲下去，肯定的，你看现在做效果，吸气的时候往下撑，撑住，撑住，撑住大概十秒钟，哦，再慢慢的起来，好，再下去，好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四，有个重点哦，当你这样，对。没有，有个重点哦，你手这样用力的往前伸哈，你会发现你这个背部的这个肌肉会被打直。其实还全部都在用力耶，就是背部的肌肉会被打直。对，你在站起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背部的肌肉反而会有一些些的放松，因为它被这样整个伸展的，好不好？所以鼓励大家。所以你突然间背部不是很舒服的时候，你可以稍微做个动作，可以把你的背部的肌肉稍微伸展。但我们每天其实如果说本身就有坐骨神经痛的朋友们，然后你也开始做复健的，其实刚才江医师讲真，你也有在喘哦。对啊，江医师讲这些动作，是是是，我们在家就可以做。那医师有没有建议大家，就是刚才你说做十秒钟，那做几次会比较恰当？其实哦，我会建议这种背部放松的肌肉哦，你一天就都要做个十几二十次啦。哦，想到就做一下，想到做一下。因为十秒钟，但是如果真的有点疼痛不舒服嘞，不要。还是要以复健为主啦，平常就不行啊，真的很疼痛，影响到你的运动了，那就是要可能就是要开刀了啦，好不好？再一次重金礼聘了温师傅来，这次要面对到是卡吧？我想被温师傅按到。你看到他按的第一个地方，你脚再怎么麻都会想要跑走，脚麻也跑很快，要跑很快。好，两个穴位，然后麻烦温师傅来教我们大家一下。就是我们平常如果确定我们自己没有血管跟神经的问题的时候，只是动不动有时候觉得就是觉得脚会酸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按哪些穴道来缓解呢？有，第一个穴道叫阳陵泉。哦，怎么取穴？哦，它在我们的这个胫骨，这一根胫骨，哦，外侧有一个胫。胫前肌，对，好，它在旁边，这有一个凹陷的地方。哦，对，好，它在肥，其实它就是跟胫骨跟腓骨这个中间这个地方。是哦，这里按下去，有凹陷，这边就很酸。是，哦，那这它刚好这一个穴道也在我们的腓肠肌的长头。是，它其实我们有足底筋膜炎的人。哦，有时候这因为这一条腓肠肌长头太紧，所以可以去按压这个地方。哦，可以放松就对了。对，可以放松我们的腓肠肌长头，我来讲一下哈。不管就是看温师傅讲的，就胫骨，对，然后这边有个腓骨，有个腓骨，好，在大概在这个地方对吗？在这个地方。
所以其实大概也是我们就是小腿的外侧，外侧中央的地方，大概中央的地方这个位置叫做阳陵泉，阳陵泉穴哦。按了之后会让你脚比较不会麻哦、喔欸，但是你的心会很凉。如果你们看到姜师傅有泪水流下，是正常的。好，还有一个穴道呢，另外一个穴道，我们昆仑穴在我们的脚踝外侧的后侧，外侧这里有一个凹陷。OK， 哦，那在这个位置，好、哦，我现在手指头比的这个位置。OK， 啊、那这个地方我们平常可以用手指头屈起来，指科。去揉它哦，对，轻轻的揉，哎、欸啊，就很有感觉哦，很好，就可以促进。你要按下去，好，我示范，我自己找，我自己找，因为我觉得按下去不得了。这个在外侧这个骨头的地方，对，然后大概是下缘这边，所以大概是靠近这个的地方。然后像师傅讲的，你用这个骨头去稍微的滑动它，是，哦。就可以会有酸痛感。你应该很想回家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自己按我都觉得超痛的。哦，所以刚才这个两个穴位，那大概力道要多大？其实就要让自己痛了哦。就是稍微一点点的酸，一点点的酸痛就这样，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哦，不一定要按到说很痛很痛。对，按到很痛，反而会造成肌腱一些发炎。发炎都对，那可以常按吗？就是三不五时想就没事按一下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对啊，就可以去放松。而且这个地方它靠近我们的阿基里斯腱，那我们平常大部分的人工作不是久站就是久坐，都很紧。对，所以阿基里斯腱都会特别紧。那按这边它可以帮助放松。OK， 好。其实今天那个师傅教到我们很多的穴位了哈，其实都是在保养我们脚的那个肌神经，还有那个血管啊那其实我们常常在讲哦，就是我们平常在做脚底按摩的时候，这个中国流传下来一个很厉害的功夫嘛，对不对？告诉我们一些反应区嘛，哈。但是千万不要以为你比较不痛，你就比人家健康哦。有的时候是你感觉出问题哦。如果你真的有这种问题的话，赶快检查自己的神经跟血管哈。我们今天教了很多的穴道，告诉大家怎样保养你的神经哈，也怎样保养你的血管了，也教一些动作。也教一些动作保养的血管，也教一些动作去检测你到底有没有坐骨神经痛哦。是，都要告诉各位，脚实在对我们人非常重要。你没起来就是站着，所以好好保养我们自己的脚，好好注意我们自己的脚上到底那个感觉有没有异常哦。没错。他最后还是告诉大家，请大家赶快公开分享，是并留言，我们就要送你中国式瑜伽的易筋经，好不好？ Yeah！ 再强调一次，是用抽的。不是留言就有哦，好，大家好好保养自己的脚哦。再次好，谢谢我们的温师傅，谢谢温师傅。好，我们花健康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姜坤俊医师。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，加上开启小铃铛哦，就能及时收到我们的最新影片哦。